各位道友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呢就是讲、无我、也就是空心、无我和空心、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佛教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无我、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空心、讲无我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佛的这个第二转法轮、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当中呢就是主要的内容都是讲空心、讲这个无我这样子。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再了解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无我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无我。今天我们呢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两个然后明天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无我空心我们用的时候怎么样用用这个无我的见解、无我的观念来怎么样去断除我们的烦恼这个我们明天给大家介绍。比如说科学家他发明了一个这个理论，发现了一个理论然后呢这个理论最后就是变成了一种产生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就制造出很多的产品高科技的产品然后这个高科技的产品最后就是用到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这样子科学就是这样子然后佛教也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发现了一个理论一个道理然后道理如果这仅仅是一个道理一个理论不能用到这个生活当中不能用到不能这个实践不能落实到生活当中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是没有实际的这个意义没有实际的价值失去了它的价值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这个理论必须要落实必须要用到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佛教里面经常讲简洁然后就是行为修心然后就是结果就这四个平时都讲这四个简洁是什么呢简洁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或者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了解这个就是简洁这跟我们的理论是有关系的然后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道理理论以后呢这个理论就通过这个理论就去创建一系列的方法这个理论怎么样去用用了以后呢这个它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方法这方法呢就像科学的技术一样科技一样这个方法呢它就是一个方法这个叫做简解修法简修心果这四个当中的修修就是它的方法然后通过了解了这个理论
然后呢就是这个理论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改变然后我们的生活的改变尤其是我们对自身的这种改变就是行为这叫做行为。我们学了佛学佛以后呢就是需要几个方面来衡量我们的学佛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一个大家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学了佛以后自从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佛我们得到没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烧香拜佛还要捐很多很多的钱去修寺庙等等这个得到了什么呢那这个当然是有福报的有福报有功德但是我们的现实当中呢尤其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们念经念了一辈子当下就是念诵念经的时候可能也许心稍微平静稍微平静一点念完了以后呢一样的浮躁一样的空虚所以我们念经当然是有功德了有福报了但是呢看不到我们的这个念经对我们的这个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也看不到比如说我们念经念了很多了然后有什么样的内心的改变这个看不到然后我们捐很多的钱修路补桥修寺庙等等等等这个当然是有功德了这是功德而已这是有福报而已实际上我们捐了这么多的钱修了那么多的庙或者是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通过这些有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内心我有没有更加的有慈悲心有没有更加的智慧这个不一定所以这些都是就看不到这种学佛的方法呢看不到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学佛得到什么比如说很多人说学佛了五年八年十年了那五年八年十年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什么我们学佛之后跟没有学佛之前有什么区别我得到了什么没有我又没有什么进步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学佛了以后放下了什么放下了什么这要问比如说世俗我们所有人所有的世俗人大家一起去追逐的名利等等这些都没有放下什么都没有放下就跟我跟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几乎是一样没有学佛的人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追逐什么我也就追逐什么他们希望有什么我也希望有什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什么也没有放下所以这个学佛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值得这个注意的就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的话第三个问题呢学佛让我改变了什么比如说我没有学佛之前和之后的我人的性格比如说脾气等等有没有改变比如说没有学佛之前呢我心非常的空虚浮躁学了佛以后呢没有那么空虚比较充实没有那么浮躁比较平静那这也是一种进步有没有这样子然后没有学佛之前呢这个脾气特别的不好对父母呀对家人呢特别容易生气特别特别的容易发脾气那学了佛以后呢
这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变，现在就不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啊一种这个收获，那活的方向改变啊，这三个一样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学佛是，就是实际上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福报而已啊，我们积累了一点福报而已啊。实际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啊。那有福报当然是很好的啊，总比不学佛不信佛好。但是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学佛的机会，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不珍惜啊，不珍惜这个机会，就是积累一点点福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啊，就是有点遗憾啊，有点可惜。所以啊，我们要去学习，然后去修心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学了这个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无我啊、空心啊，这样子以后呢，那么它一定会让我们得到啊，得到什么呢？得到智慧啊。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学佛的这个见解啊，得到见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对这个生命的了解啊，了解的这个深度、广度啊，都跟以前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尤其是对我们对自我的了解啊，自我的了解啊，这个不一样，有很大的收获啊。这就是活的啊。那么这个是佛，这个有了这个活的啊，然后有了方向，有了改变，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三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坚决修行行为啊，当中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当中就体现出来了啊，学佛的这些啊，这个学佛的这个效果啊，在行为当中体现出来啊。如果是行为当中啊，我们没有什么改变啊，我们学了很多，有这个学佛教的知识啊，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呢，我们要讲出来这些佛教的道理的话啊，那也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道理啊，讲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在行为当中没有什么改变啊，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坚决修心啊，第三个是行为啊，最后就是果啊，结果啊。那么，有了这样子的见解，有了这样子的修法，有了这样子的行为，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整体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这要注意这四个。大家不要以为学佛的所有的这些结果只有来时只有人死了以后才会看得见这一生当中我们学佛什么效果什么作用、什么结果都看不到学佛都是为了来世这种观点这种想法都是错误的，不是这样子学佛的这个目的它也不是来世学佛的目的不是来世，也不是不仅仅是来世，也不仅仅是现世。学佛的这个结果，这些结果呢就是不需要等到下一世，不需要等到来世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感觉得到因为我学了佛，我得到了这些因为我学了佛，我放下了这些，因为我学了佛，我改变了这些。这三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会能够看得到。如果看不见没有放下，没有得到，没有改变，这样子一切都要等到来世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的学佛只是仅仅是
积累了一点点的福报啊，福报当然了不会现在就看得到，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啊。大部分的这个福报啊，我们积累的福报，这个福报也好啊，罪过也好，都是以后先有这个因，然后才有这个果，不会当下就会有这些结果。但是啊，但是这个我们修心的这些结果呢，不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们有了空气，就我们可以呼吸啊，喝水立即就会可以解渴啊，这些都是非常的真实的，非常的实在啊。同样的，修心也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啊，我们特别特别口特别特别渴的时候啊，喝水当下就可以解渴。感觉得到，我们不需要问任何人啊，这个水有没有给我解渴了，不需要问，自己非常清楚。同样的啊，比如说当我们心情特别的失落啊，特别的啊这个沮丧啊，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打坐修心啊，立即就是通过这个打坐和修心，或者是啊就是这个大作和或者是某一种这个佛教的修行的方法，把我们的焦虑啊、焦虑、沮丧，这些都是烟消云散啊，当下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像喝水渴解渴一样，当下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学佛修行的结果，是他的这个力量，这非常的实在啊，实在很实在的，嗯。还有一个，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啊，我们相不同啊，工作上的、感情上的啊，还有就是家庭的等等的，这样子的时间，我们特别特别的啊，这个纠结或者是困扰啊、痛苦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通过佛教的啊这种价值观啊，通过佛教的世界观和这个佛教的人生观啊，用佛教的三观啊，站在这个角度去一看的时候呢啊，然后这些问题都没有那么的严重啊，一下子就这个相通了，这个心结啊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自然就这些烦恼全部啊也就不存在，也就全部也没有了。那么当下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我修行的结果呀啊。这都是修行的结果，这都不需要等到来世啊，甚至不要等到明年啊，不要等到下一个月，不需要等到明天，现在就可以看得到的啊。学佛就是要学这样子的佛啊，这才是对的啊，这就叫做这个学佛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也要啊，这个要这个理解啊，因为众生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基，也就是他们的需求啊，或者是接收成熟的这个能力，那、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呢，修心的这个方法呢，也有各式各样的啊，学佛的方法呢，也有各式各样的。大致上呢，我们也讲过了啊，大致上就这三个，一个是人天佛教啊，第二个就是小乘佛教啊，第三个是大乘佛教，大致上就这么三个佛教啊。但是呢，三个佛教啊，当中呢也可以分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这样子啊，特别的，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再往后的话，就是啊，如果按现在的这种这种趋势啊，按现在的这种啊发展的这种方向啊，这样子人类就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呢，那我们缺乏的都不是，更多的不是物质上的啊，太就是都是这个精神上的，然后呢，最后到最后啊。物质缺乏跟精神缺乏是完全是一样啊。以前呢，因为我们的物质特别的缺乏，这个时候还顾不上啊，还顾不上我们的精神方面的，精神就大家忽略了，就去追求这个物质，嗯。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物质的缺乏啊比较严重，所以还没有感觉到
精神上的这个欠缺啊缺乏是有多大的痛苦，这个时候还不了解的。那现在逐渐的啊大家了解了啊，精神上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没有支柱这样子的话啊，那么物质再多啊，物质再多再丰富，我们过了再这个丰富的物质生活最后到头来人还是不幸福不快乐啊，这样子。所以精神上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最终啊人最终极的需要的是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啊，非常的重要的。那么精神上的啊很多东西呢，佛教是可以提供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不同层次的人他可以提供不同层次的方法啊，这样子。但是呢啊，遗憾的是什么啊，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就没有这个系统的佛教的教育啊，大家都觉得佛教是什么呢，佛教就是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就是佛教啊。除了烧香拜佛以外呢，捐款啊，修庙啊，供养出家人啊，然后就是举办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法会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商业化的法会啊，新式化的这个法会，然后呢啊，这些就大家认为这些才是啊佛教，但根本就不是啊，这些都是佛教的皮毛啊，仪式啊，法会啊，修庙啊，这些有必要的情况下当然是可以做的啊，并不是说这些都不需要做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必须知道，这都不是佛教的核心啊，不是佛教就是教育和方法啊，教育和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这个受到良好的教育啊，那么这个人的素质就不一样啊，没有受到教育的话那也是就是不一样，很明显的差别啊。那佛教就是这样子啊，佛教就是教育，所以呢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育，然后呢再接受了他的这个方法以后呢啊，那么他这个教育和方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改变啊，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抓住这些重点啊，佛经特别特别的多啊，让我们一个人看一辈子看不完的，学不仅仅是学不完，看都看不完啊，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太多太多啊，但是这些佛经的精华呢不多，精华是不多，大乘佛教呢最多也就是两个字啊，就是直和悲。就这两个，悲就是慈悲心啊，智就是智慧啊，就这两个字，精华就是这么两个字。这些这么庞大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的这些书籍啊，古老的书籍啊，都围绕在这两个字，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前两天啊，我们讲的是这个智悲当中的悲啊，慈悲心的这个修法啊，那么今天啊讲的是智啊，智的一部分啊，智的一部分。那么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三天当中，是不是整个佛法讲完了呢？啊，那当然也不是啊，也不是。但是呢，智和悲呢，确实是这个除了智和悲以外，没有佛教啊，间接也就是这个就跟。间接修法，比如说他的所有的修法是怎么样去落实啊这个慈悲心，怎么样去落实智慧的方法啊，然后他的所有的观点啊，所有的观点都跟这个智和悲有关系啊，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一点啊，然后呢每一个人去大做啊，然后我们学习啊，现在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是比较方便的，
了解一下这些常识都是不存在问题了，就很容易的。主要是修啊，修我们很多人啊，学佛学了很长时间的人都不修啊，都不修的，因为不修最终也就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什么这个啊结果。所以我们每一天啊，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这个每一天24小时当中呢，就要安排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就安排一段时间的这个修行。那这个修行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在做功课，但是所谓的功课是什么呢？所谓的功课的全部都是念很多很多的经啊，念很多的佛经啊，然后呢吃很多的粥啊，然后又去磕头啊，就是这些。吃粥当然很好的啊，磕头也是很好，这些都有功德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都不一定是啊佛教的核心。如果吃粥不知道它的意义啊，然后缺乏了比如说这个菩提心啊等等这些其他的东西，光是吃粥也是没有用啊。然后诵经也是这样子，这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们的这个功课当中呢，必须要有学习和修心，尤其是需要有修心。有了修心以后啊，修心是什么呢？修心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然后呢物质生活当然大家知道了，我们人必须要有两个生活啊，两个生活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能欠缺啊，不能缺乏。如果最基本的东西缺乏了以后，比如说这个物质生活当中我们缺乏了空气啊，缺乏了水，缺乏了食物啊，那就没办法这个生存。同样的，这个精神生活当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缺乏了以后，没有啊这些东西不存在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精神就会崩溃啊，精神崩溃啊，不崩溃的话也就是就经常都是空虚啊，然后浮躁，感受不到这个幸福。所以必须要两个都需要的啊。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比如说每一天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打坐修心的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时间最后就是变成了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啊。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呢也就变成了修行的一部分啊，修行的一部分。这样子以后呢，生活跟修行不矛盾，不冲突啊。现在我们很多人看起来生活、工作、修行都是矛盾的啊，修行的时候呢没办法工作，工作的时候呢又没办法这个修行啊。那这是我们自己没有安排好啊，所以呢我们想办法把生这个修行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啊。然后呢生活呀、工作呀，那这些也就是可以变成我们的修心的一部分啊。这些都是一个今天学佛的人，或者是学佛只有1个2个月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初学之呢，认为这些都是矛盾的，做不到的啊。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功夫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些都不矛盾啊，不但是不矛盾，而且我们的修心跟生活跟工作都有互补啊，相互有这个帮助的啊，最后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然后再去修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可以这个获得佛法的发义啊，就是佛教的这个利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很多更多的人，他们也就通过这种方法那这样子以后呢，解决他们的很多，至少解决内心当中的空虚焦虑
至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还至少可以化解来自于工作生活方面的这个压力啊，这也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帮助啊，这就是也就是利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佛教的简洁修心行为结果这四个字啊，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将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无我无我，无我是为什么要讲无我？首先因为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烦恼绝大多数的烦恼，也可以说除了肉体直接感受的这些痛苦以外，这些这个痛苦这些烦恼都来自于这个我这个字都来自于我。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我的坏话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当面说我坏话这样子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生气的任何一个人在生气比如说比如说有人当面说你长得不漂亮，长得不帅这样子的时候呢会生气的会生气那么会生气，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认为他在说我的坏话我们肯定会这么认为，他说我的坏话那么说我的坏话的时候呢那么我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分析一下，我当然精神和肉体那就这两个东西了除了这两个东西以外就没有没有这样子的除了肉体和精神以外就是没有别的我们人的一部分是肉体，一部分就是精神那么他说不漂亮长得不漂亮，长得不帅那肯定不是说他的精神就是说他的肉体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肉体他是没有感受的他不知道谁给他说了些什么有人当面赞扬他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帅，他也不知道谁在说什么然后呢有人说这个不漂亮不帅这样子骂那他也就不会自己这个肉体是不会生气的那么生气的是谁呢？生气的是我们的精神精神那么说肉体长得不漂亮那为什么精神他要生气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我们得去说，因为他的这个精神跟长得漂亮不漂亮帅不帅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人家也没有说你赞扬的也不是你，这个骂的也不是你人家说的是他的肉体那么说他肉体长得不怎么样，那这样子精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他当然会说当然有关系他在说我呀他会说他在说我呀那么这是谁想的呢？谁说是他在说我呢？当然不是我们的肉体他在说他在想当然他在说我呀，这个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肌肉骨骼血液他们都不会这么想他们都不会想他在说我就是精神精神那么这个时候也好好想想精神没有说你不漂亮没有人说你不漂亮然后精神呢没有任何人说你不漂亮，你不长得不帅没有说你精神的这个没有人说这个你精神长得很丑陋没有的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会说，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是说我的啊，但是他怎么说你？难道这个肌肉啊，这骨骼是你吗？啊，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很茫然的，到底是我还是不是我啊？我们的精神啊，精神和这个肉体，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从科学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佛学的角度，都不是一个东西了啊！精神和这个我们的意识啊，再说具体一点，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这个肉体两个东西啊。那么既然是两个东西啊，那么为什么说肉体啊长得不漂亮？为什么精神啊它生气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问问自己，那我们一定会说他，因为他说我的坏话，所以我生气啊，我当然会生气啊，这样子。但是生气的是谁？那不是肉体，而是精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在生气啊。但是这个人呢，他从来都没有说跟意识，跟我的意识有关系的话，根本就没有说啊，他只是说这个肉体长得不怎么样而已啊，没有说这个精神。但是呢精神他就生气了，他就生气了，他在说我的坏话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问问我们的意识啊，那他说你长得不漂亮吗？他怎么看到你呢？啊，根本就没有看到你意识啊，他根本没有说你的意识啊长得不漂亮啊，他就是说这个肉体，他说的是肉体啊，说的是肉体，那但是呢升起的是意识。嗯，那这个中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回头去啊，要想一想它到底是怎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啊，这个有没有啊道理啊？人家说你这个肉体长得不怎么样，那么我的精神就肉体它就无所谓了，根本就无所谓。成千上万的人说我长得不漂亮，长得不帅，但是这些皮肤呀、肌肉啊、骨骼啊，它无所谓，它根本没有，它根本就不知道人他们在说什么。嗯，它不会生气的。嗯，但是里面的意识就生气了，意识啊。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意识呢，从来都没有人说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帅不帅，任何人都没有说你。那没有说意识啊，只是说了这个肉体啊，但是他生气，那么说的是肉体，生气的是这个意识。那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呢？啊，还有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这是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啊，说他在说我的坏话，我们会怎么说？那他怎么说的呢？他怎么说我的坏话呢？他当然说了，我亲耳听见的，我们一定会这么说。亲耳听见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实际上啊，这人真的有说吗？我们就当然，我非常确定呢。有人说他真的说了吗？我们一定会说非常确定，我就是啊。就是啊，亲耳听见他说我的坏话，这是我亲自听见的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人到底怎么说呢？什么叫做说我的坏话呢？实际上啊，这个人啊，他的喉咙的这个声带啊，震动了一下，这个人震动了啊。震动了以后呢，当然了，这个空气啊，在我周边的嘴巴周边的这空气呢，就是产生了变化了啊，就像我们一个湖里面呢，扔了一个小石头的时候，这个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波啊波浪这样子出现一样啊，它的这个喉这个声带震动的时候呢，因为震动，然后这个空气周边的这个空气啊，就产生了一点点变化而已。然后这个变化呢，就到了我耳朵里面，就震动了我的耳膜了啊。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啊。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呢，当然有发生了，它不就是发出很大的声音来骂我啊？但是这个声音呢，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也没有声音了。
没有什么叫声音呢？没有声音啊，那声音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耳膜震动了以后呢，就产生了一种感受啊，这感受是这个用佛教的话讲的话，那么这个叫做叫什么呢？叫耳识啊，我们的耳朵它的感受叫做耳识啊。然后呢，我们平时我们啊在生活当中就叫做听觉啊，识觉、听觉、听觉。听觉是我自己的啊，听觉是我自己的。他呢啊，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声带啊，动了一下而已。实际上就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没有什么。他也没有说什么啊，他没有从他嘴里面啊有一个叫做声音的东西，然后进入我耳朵里面，然后他就告诉我啊，他怎么说我坏话。这些都是没有，实际上无知的层面上就这些东西了，没有别的啊。然后真实的存在的这个层面来讲呢，那就是这些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所有的烦恼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啊，佛教里面讲，这叫做颠倒座椅啊。颠倒座椅是什么意思呢？这颠倒的座椅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颠倒的啊，这个想法啊，颠倒的观点啊，观点啊，实际上它就是这无知层面上就这些东西没有啊啊。他也这个人也没有说什么话啊，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即使是发出了声啊，假设他发出了这个声音啊，那也没有说我精神啊的任何的坏话，只是说了肉体方面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他没有说什么啊，没有说什么坏话啊。第二啊，我的这个精神啊，为什么把这个肉体就当作他呢？啊，他说他说我了，他当然没有说你啊，他又说你精神长得不漂亮吗？啊，他又说你精神长得不帅吗？啊，当然没有呀。啊，那么我们的意识就会告诉我没有啊。他说我鼻子怎么样，我的眼睛怎么不好，我皮肤长得怎么，那么这些都是你吗？啊，那这个皮肤呀、精神、这个眼睛呢？那这跟我们的意识有关系吗？啊，皮肤是我们的意识啊，眼睛、耳朵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跟意识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时候跟意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它根本就没有，这是很奇怪的。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人啊。就是说我旁边的人的坏话啊，然后旁边的人呢根本就无所谓啊，根本就不在乎了啊，但是我就生气了啊，就是这样子，我就生气了啊。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他根本没有说我呀，我是为什么要生气呢？啊，他就是说我旁边的人的坏话啊，但是我生气了啊，我生气了。那么我生气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我说这他在说我啊，他在说我啊，他怎么说你呢？他说的是这个另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说啊，没有说你的坏话，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实际上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存在啊，存在从这个真实的层面讲就是这样子。那么。那这个当中呢，没有什么啊，说坏话呀，尤其是没有说这个，比如说意识的这个坏话啊。但是很多都是，但是这个虽然是这样子，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但是确实是这个人的这个震动，他的声带震动了以后呢，我确实特别的生气啊，特别让我生气。这也是事实啊，两个都是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当中呢，那肯定是有一些道理了啊，就是有一些一些原因啊，肯定是有一些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呢，佛教啊就开始去研究了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实际上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子啊，事实就是这样子。那么事实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啊？
他的这种行为，就为什么让我的意识根本就没有说他的坏话，但是他那么的冲动那么激动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们就佛教就进一步的去这个研究，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原来这完全是一个错觉，一个错误的理念错误的理念导致的，错误的观念导致的，也就是叫错误的见解导致的，那么这个错误的这个见解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他自己还有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任何的一个物质皮肤骨骼肌肉，把所有东西就堆积起来然后呢他认为这都是我这些都是我比如说钢筋水泥，然后就是玻璃，还有很多很多的建筑材料堆积一起，最后就是变成了一栋楼一栋楼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呢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就把它当作这个精神肉体全部当作一个东西来抓然后他就不放这就是我这是我所以他刚才说我这个长得不漂亮实际上他就是在说我他说我的这个皮肤实际上就是说我他说我的眼睛怎么怎么样，说我的耳朵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都实际上是说我的然后他就把全部东西加在一起，就认为这些都是我这样子这个是他的一种这个执着。那这个执着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我执这叫做我执，我执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是这样子研究了以后研究了以后，就是分析了以后观察了以后，最后就是发现所有的烦恼就是来自于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我们立即就会知道真的是来自于这个观念比如说有人刚才我们讲的说你长得不漂亮长得很丑，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意识如果他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堆积一起，把肉体什么全部东西堆积在一起这么去抓的话那么肉这个精神它是根本不需要生气的他根本人家根本没有说你他说肉体管你什么事呢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肉体他自己无所谓了，他自己不在乎，那你为什么你要去在乎呢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我。但是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不是我，当然不是你意识是你的错误，肉体怎么是你呢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个物质肉体怎么可能是你？比如说你精神上的所有东西可以说是你自己但是肉体怎么可能是你呢？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两个物质。所以你把肉体当作是你，这是你的错误这就是你的错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错误，所以他说你肉体长得丑的时候呢，然后你就生气了你生气。如果你知道这个肉体不是你不是你，你没有把这个所有东西这样子加在一起堆积在一起这么去执着的话呢，那么别人说你肉体长得丑，那这样子的话你完全可以如如不动的再说都没关系的，怎么样说都无所谓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把所有东西当作一个
就产生了这么多的矛盾啊，这么多的烦恼。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我执啊，我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人说我坏话的时候呢，啊，说我坏话的时候，我们刚才这么一分析的时候呢，立即就知道这个生气啊，这个烦恼就是来自于这种我执啊。要不然的话呢，那他说这个肉体，肉体他不会生气啊。然后呢，精神，我们的精神会生气，但是呢，他根本没有说这个精神啊，丑陋，没有说。那么除了肉体和精神两个以外呢，有没有别的东西呢？没有别的东西啊。肉体说他肉体长得丑陋啊，长得不漂亮啊，但他不生气。精神呢啊，没有说他的啊任何的这个坏话，所以他没有必要去生气啊。那么除了这两个东西以外呢，没有别的东西啊。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他说坏话也就不需要生气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生薄啊，只能这样子。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他的这个生薄啊，只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不能震动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可以如如不动啊，但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人生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考虑的就是啊，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就考虑这些东西，怎么样啊拥有多一点的物质啊，怎么样我的拥有的东西更好一点呢？其实去考虑这些问题啊。我烦恼来自于什么呢？我的这些烦恼啊，经常都困扰我们啊，那么它是怎么来的？这些我们都不研究的啊，科学家也没有研究这些，比如说医学啊，没有研究，心理学也就是一些皮毛而已。实际上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呢，心理学实际上如果要研究的话，应该是心理学去研究的，他也没有去研究这些人的，比如说精神状况出现了什么状况，他就觉得怎么样去治疗，就这些表面，就治这些表面的东西，根啊，他也不考虑的。那么这个当中，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事情是值得去思考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的学历啊，我相信都不是很低啊，很多人的学历都很高的啊，这个有帮助啊，有帮助。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去讲这些东西是听不进去的，很难的。然后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虽然这个世俗跟这个佛教的这个有一点差距，但是呢，这些世俗的这些推理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有帮助的啊，至少指导怎么去思维啊，这个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去思考，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呢，非常这个，比如说有人说我坏话的时候，为什么生气呢？啊，这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有些时候自己都忍不住会笑起来，真的是太特别特别奇妙，特别的奇怪。那为什么他真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样子？他就是没有说我的这个精神呢、啊，然后呢，为什么就说了肉体长得不怎么样，精神就生气了呢？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事实啊。我刚才也讲过了，我们就是不要将这些神神叨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些东西呢，啊，很多人也很感兴趣，但是呢，这些啊，佛教就不是这样，佛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啊，去观察我们的现实啊。研究我们的现实，分析我们的现实的这个事情，就是世界，还有我们的人体，还有我们的生命。然后深层次的分析了以后呢，让我们明白啊，原来你的这些这么多的一大堆的烦恼，就是来自于这样子啊，给摆在我们的眼前，特别的清楚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哦，原来我这么多的烦恼，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啊，原来是这样子产生的、发生的。
这个叫做坚谨啊，坚谨，坚谨，嗯，然后有了这个坚谨以后呢，啊，然后就需要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啊，那我们怎么解决呢？啊，比如说刚才啊，有人说啊，你长得不漂亮，长得丑，然后立即生气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啊，这个当中啊，一是他的生气实际上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他生气，没有说他啊，但是呢他生气了啊，那理论上啊，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他不需要生气了啊，理论上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呢理论上我们再精通啊，再怎么样啊，那么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生活当中他说我的坏话的时候呢，不会，我不会说啊，我的意识不会说，反正没有说我就不无所谓，他不会这样子，他一说我的这个身体怎么样，一下子他就会生气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啊，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意识啊？教育我们的意识啊，我们要告诉他不要生气啊。没有第一个呢，什么叫做说啊？你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他说你的坏话的啊，这个声音实际上是你自己啊，视觉、听觉这个抉择，带这个抉择的啊，所有的东西是精神范畴，它的属性都是精神。这张桌子不会叫做啊觉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凡是有觉这个字的都跟我们的精神有关系，它的属性都是精神，都是精神。所以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我们的听觉啊，除了我们的听觉以外没有，只有空气压力波啊，只有空气的压力波啊，空气压力就是空气，没有，这是空气的不同的形状而已，没有，不是声音啊！大家不要以为这，大家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空气当然不是声音了啊，空气就是传播声音的这个载体，但实际上呢，它也没有传播什么，空气不断的这个有不同的形状啊，然后最后就是啊，震动了我们的耳膜。那么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声音呢？是我精神他自己，精神是我们的精神，那这样子，第一个他没有说啊，这个声音不是他来自于他啊，是你自己啊，即使是他啊，那也没有说你这个精神跟你精神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告诉他啊，当有人这么说话的时候，你不要生气，人家不是说你的。啊，你这个时候没有你的事情啊，要告诉他。这样子以后呢，他很多时候这些烦恼啊，就会这个啊减少的啊，一次两次他不会接受的啊，他因为喘息啊，他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喘息，他一定会忘掉的啊。有人说坏话的时候，立即就会我们还没有来得去告诉他这不是说你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但是如果我们大作啊，稍微喘息一下，喘息了以后呢啊，他就逐渐的接受了啊，然后他就适应了啊，接受适应，然后呢啊，最后他就想明白了以后啊，随时他就会提醒啊，我们的意识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它的这个功能啊，它的一个先天的这个反应啊，它训练好了以后呢，任何都是任何物质啊，任何精神啊，或者是人啊，动物呀、啊，都是这样训练好了以后，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立即就会想起这个发挥这个作用啊，它本能的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你训练好了以后呢，有人啊说我们的坏话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如如不动啊，反正不是说我的，无所谓，这样子啊，这个时候主要是他证悟了空心才可以的啊，
真我的空心才可以。反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说，反正无我的，没有我的，没有我这样子。原理就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无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佛教为什么要讲无我的原因就是这样啊，简单说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烦恼都是自作自受啊，没有这个客观的这个因素，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然后最后自己痛苦啊，是这样子。这个是明这个目的是这样子啊，这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无我的啊这个理由啊，这是第一个，请大家记住。然后第二个内容啊，第二个内容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然后这个无我啊，无我，佛教讲的无我还有空心啊，这些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可以用这个无我的见解，或者是用无我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这个以无我和空心的啊这个层面去看这个世界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佛教里面就有两个啊佛教的专用词啊，一个叫做生以地，一个叫做世俗地啊，生以地和世俗地。然后生以地和世俗地是什么意思呢？把佛教的这个这个两个这个佛教的术语啊，就翻译成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用语啊语言，这样子的话，那世俗地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感官的结论，比如说眼睛啊、耳朵呀、等等，就是我们五个感官的结论，叫做世俗地，叫做世俗地。为什么叫世俗地呢？我们的感官啊，眼睛、耳朵啊，他们呢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最表面的东西啊，这个世界的最表面的东西，他从来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东西啊。这一点我们这个佛教2500多年前讲啊，科学家现在也就已经印证了啊，已经印证了。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绿色的啊，这个植物的绿色的这个颜色啊，绿颜色，我们从小到大啊，一直都认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颜色就是这个植物它的颜色，那颜色就是这个物质的颜色，我们认为物质是有颜色的，有颜色啊，所以我们买衣服的时候这个衣服的颜色啊这么的挑剔啊，这当然是我们认为这个衣服物质它是有颜色啊，这绿颜色就是它的颜色，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去反驳啊，没有人去否定啊这种说法，大家都这是我们公认的啊，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70亿人口啊，眼睛都长得一样，看到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这个地球以外的，比如说另外一个星球外星的这个人，那佛教里面讲了很像华严经这些里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外星人，那他们的眼睛结构跟我们不一样，他看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但是我们70亿人看，这就是绿颜色，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有颜色的。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看到这个植物的这个颜色是绿色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对的啊，对的，这个眼睛是这个它的结论是对的，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部分人看到这个植物是没有颜色是没有颜色的那我们一定会说你眼睛有问题我们一定会说你眼睛有问题
但实际上呢，这个植物它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我们的衣服也没有颜色，这个世界都是没有颜色，物质是没有颜色的啊。那物质是没有颜色，那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它是什么呢？科学家就是告诉我们，它就是在你自己大脑里面的一种画面啊。佛教不会说大脑里面的画面，佛教说这就是你自己的视觉啊，你自己的视觉，你自己的，佛教用佛教的话讲，这是你自己的眼识啊，我们的眼睛啊的这种感觉叫做眼识啊，一识、眼识、二识，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的眼睛看到就是不对的啊，就是表面啊。原来这个植物它不是绿色，它没有颜色，但我们的眼睛看到是颜色。然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70亿人口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是绝大多数，99.9999这样子的人看到了这个颜色了以后呢，然后少部分的几个人看到了它的真实的这个情况了啊，我们说你是错的啊。我们会说你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看到都是绿色啊，我们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呀。那你看没有看到，你看到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那是你的错啊，那是你的错。就是有一个笑话啊，佛教里面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地方呢，它有这个金刚经啊，它有100个版本的金刚经啊，100个版本。然后100个版本当中的金刚经的这个字，99个版本都是错的啊，99个版本是错的，只有1个版本是对的啊，1个版本对的。然后他们校对的时候呢，这99个版本都是这样子，那么这1个跟99个不一样，那肯定这个是错的，把它改掉啊，改了，真实的东西就改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这个准确，什么叫做准确，什么叫做逻辑，多数人看到的就叫做逻辑，没有逻辑了，就这个就是逻辑。那有没有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呢？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全部所有人看到的就不是这个真实的啊。另外一个，有一个科学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是专门研究光的，他说他研究发现，这个有一种光里面啊，光谱，这个光谱里面的有一种光下面呢，就是用这个光看的话，所有人的这个头发都是白色的啊，然后呢皮肤都是黑色啊，他家里的保姆是一个黑人，他说他跟他保姆站在一起，就这个光下面看，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长得一模一样。对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物质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要看以我们用什么样的光去看这个来决定啊，而不是物质它自己决定。所以这个物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这个我们都说不清楚，但是呢，我们绝大多数的眼睛都长，人类眼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都是绿色，所以我们就认为是绿色的啊。如果有人说这个没有颜色，那你是错的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逻辑啊，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所以佛教就是说，人类的感官是看不到真实的啊，但是我们书法就是说眼见为实。眼见为实，那么眼见为实是我们大家公认了啊，这个绿色是对的啊，是没有错的，这个我们大家公认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所有人就相信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我们大家认同了以后，然后就可以说眼见为实。但是另外一个声音比如说佛就说不是这样子然后呢科学家也就说不是这样子，没有声音没有颜色，没有颜色。
那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眼睛它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眼见不是为实，这个我们才发现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就可以不动摇它生活当中可以找阳的，可以这样子，但是要了解一个真实的情况的话，那就再也不能说眼见为实了那这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了。佛就是有非常明确的答案科学到目前为止也在发展，在发展，一直都在发展。最后它的结论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的最后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的。我们相信他现在已经跟佛走得非常非常非常近，每一次的重大的发现都跟佛走得更近一点，从来都没有他的重大发现离佛的理论越来越远，一直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科学就一定会说这个世界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声音是我自己的听觉颜色是我自己的这个视觉那么听觉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这个了解认知80%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视觉那么我们的视觉一直都在这样子欺骗我们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谁也就说不清楚了。但是佛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真实的这话怎么讲呢，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从真实，从佛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70亿人70亿人口的140亿眼睛看到的都错了从科学的角度讲，从佛学的角度讲但如果站到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140亿眼睛看到的都是这样子，当然它一定会是绿色的，可以这么讲。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要分两个层次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生理的世俗的，世俗的就是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我们的生活呢一直都在这个感官的这个结论当中它就感官这个我们的感官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在这种范围当中我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个就不要去动摇它，不要再去观察到底它看到的是不是绿色，我们就不探大家看到绿色就是绿色不要再进一步的去聊，不要去再观察。好，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范围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这叫做自然的规律都是很真实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生活，大家都不要去谈这个到底是不是绿色呀，这些都不要去谈这就是绿色。那这个就叫做世俗的，在这个范围当中，佛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学佛的方法，这个叫做学一个整套的一个学佛的这个系统的一个学佛的方法，这个叫做人天佛教人天佛教。人天佛教就是你相信轮回相信前世今生来世，然后你就相信这个相信这个善恶因果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是绿色不绿色不需要您不用关心反正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绿色，你永远都除非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你永远看到的是绿色，声音你永远都可以听得到的我们这个风靡的味道用我们的舌头去尝，那永远都是甜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那到底它是不是天呢？到底有没有声音呢？这个就不需要去谈，这个不是这个范围不要超过这个范围，你就在这个范围当中去生活。那么这个范围当中，相信因果，相信轮回，这样子你可以过一个度过一个很幸福的、很快乐的这个人生。然后呢，不仅是这一世，下一世呢，也不会躲地狱呀、恶鬼呀，不会的。每一世。每一世都是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这个
幸福的这个生活，那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是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去关心这些，那到底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声音呢、啊、到底是不是律师啊，这世界到底是什么，到底存不存在啊，那这些都不是你关心的事情。你就尽量的心善啊、端恶，那这样子的话，到时候该有的你都会有的啊、那这个就是人天佛教了啊、人天佛教。那么这叫做世俗谛啊，我们刚才讲的世俗谛的层面，我就在这个世俗谛的层面啊、生活啊、修心啊、大作啊，我就啊、不去破坏这个世俗谛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然后人有前世，人有后世啊，这些都是它的规律，它的自然的规律，我就啊。不去否定啊，我不去否定这个道理，我接受啊，我在这个范围当中去学佛修心啊，我就不需要啊这么深奥的逻辑，我不感兴趣啊，我就只需要我只追逐一个啊幸福的这个快乐的生活，其他的我不感兴趣，那就可以了。那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学人天佛教啊，非常的简单，尽量的大家啊心善。啊，端恶，然后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大家去打打坐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下一世呢，我们同样也可以啊，可以过一个好的这个生活。我想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可能追求和目的就是这个啊，非常好的，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就不一样了啊，另外一部分人就觉得。不一样啊！我为什么要这个活得这么茫然呢？我一定要看清楚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啊！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是人啊？然后呢，我的眼睛啊，这个看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存不存在？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比如说啊，为什么他说了我的肉体长得不衰不漂亮？为什么我的意识就生气了呢？啊，等等，他就想深入的去了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到这个生以地的这个层面啊去看，生以地的层面去看，生以地的层面呢，就是比这个还要高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开始讲无我啊，讲无我。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人天佛教当中啊，不要讲无我，这个当中讲无我的话，全部乱套了啊，都乱套了，没有我，那我。我心善啊，我前世今生未来来世没有我，那么我现在为什么要为来世的某一个人为他啊，为他这个修心呢？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给一个陌生人帮他买保险呢？啊，那为什么呢？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不要谈这个无我啊，这时候不要谈无我，佛也是不谈无我的。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你有我啊，不就是在这儿吗？我们今天就这几百个人都是我啊，每一个都是生命的个体啊，每一个人的角度来讲都是我。再进一步的这些观察呢，不适合你，不要去观察啊。观察的话，那就是会有非常恐怖的这个结论啊，所以都不要去看啊。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就不谈啊无我，佛教的无我呀、空性呢，这个层面上是不要谈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些宗教啊，他们都没有谈这个无我啊，比如说怎么怎么样就这个可以去天堂啊，怎么怎么样就地狱呀 啊，这都是有我的基础上讲的，没有我谁去天堂啊，谁去地狱啊？那。这样子他们都不讲这个，不讲这些啊，那我们也不讲啊，在这个层面上大家都不讲这个有我啊，所以我现在啊去心善啊，那么未来啊我就可以啊享受这个果报啊，享受这个果报，我现在的我跟未来的我啊这个心识上啊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啊，现在也是我，未来也是我啊。那么心是不一样，比如说，但是这个就不代表是两个人。比如说啊，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呢少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这个衰老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人的想法，然后人的这个形象啊、外形相貌啊、都不一样了，都有很大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不等于啊、不等于这个老人和这个小孩是两个人啊、不等于是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啊、这样子以后呢啊、那我们现在跟未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啊、虽然啊、现在有可能我们比如说是一个男的啊、那未来有可能是一个女的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啊、不管这个心是怎么样变，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我啊、因为有我啊、所以呢我现在心善啊、我未来的我就可以啊、受这个这个享受这个国报啊，那这个层面上从来都不提无我的啊、不提无我。那我们学不学这个无我呢？自己决定啊，自己决定，这是跟我们的选择有关系啊。佛教有这样的三条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有三条路，一个是人天佛教，一个小乘佛教啊，一个是大乘佛教啊。那么这三条路当中呢，你自己选啊，修你想走哪一条路啊，都可以的，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如果是选第一条啊，第一条路啊，那么这个关于无我呀、空心呐 啊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都不要去谈这些，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想走第二条路或者走第三条，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第三条路，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深入的去这个了解啊。为什么要深入了解呢？比如说我们刚才学人天佛教啊，暂时我们可以这个不堕地狱，不堕恶鬼，可以这样子啊。但是比如说我们下一次投身到人间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啊，现在我们也不在地狱啊，不在动物当中啊，但是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啊。除了生老病死的人类的这种基本的痛苦以外，还有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不顺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佛教它不会否定啊有幸福有快乐，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幸福有快乐。之所以有幸福有快乐，所以啊要去行善啊。如果我们再怎么样努力，再怎么样都是痛苦的话，那为什么要行善呢？那干脆就无所谓了啊。但是就是因为有幸福有快乐，所以呢要去行善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实际上就是非常的短暂的啊，短暂的，更多都是不开心啊、痛苦啊这样子。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这种所有的感受啊，我们把它统计一下，然后再分析分类去看的话，那么可能是这个啊幸福开心的这个百分比啊，这个是很短很短很小的。然后再下面是痛苦，再下面是就是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这种一般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幸福的、快乐的呢，不是很多。所以如果要解决，从根本上要解决啊，这些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烦恼啊，全部断除，从本质上就铲除。然后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些烦恼铲除，而且想帮助其他人啊，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全世界每年有一百多万人去这个自杀啊，然后呢，是一百多万人自杀的这个地方啊，全球只有十个地方叫做这个十大啊自杀圣地啊，自杀圣地，那么十大自杀圣地当中的有几个地方，因为比如说像伦敦的这个伦敦地铁，还有就类似的几个地方以外，大多数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区，非常漂亮的风景区，很多人就是飞十几个小时去观光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风景区，但是呢，因为人的内心啊这个黑暗或者是这个痛苦了以后呢，外面的这个风景再漂亮再怎么样都感受不到这个
幸福快乐，就到这个地方去自杀啊。那么这些问题全部要解决的话，那么仅仅是一个人天佛教是解决不了的啊，仅仅人天佛教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我们拥有的东西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开心啊？这些来自于什么？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道理，就是藏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啊，要挖掘出来。不是想啊，不是想这个，这个我们人天佛教这么简单的啊，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尽量的心善断恶，就一切 OK， 这个不太可能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深入的去了解。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在这个层面上啊，在这个层面上，然后要去讲无我，讲空心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什么时候可以降空心啊？什么时候不可以降空心啊？什么样的范围当中去降无我？什么样的范围不可以降无我？这个要分清楚啊！这个分清楚，要不然的话，这个一混乱了以后呢，我们不会这么分的话，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乱套。有些时候说有我要去心善，有些时候说一切都是不存在，到底要听谁的啊？这就是很难。啊，实际上这个层次这样子分开了以后呢，是不矛盾的。比如说，用我们的肉眼啊看啊，这张桌子啊，它就是一张桌子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它可以用啊，我们可以用，然后呢，它就是一张桌子，但是如果用显微镜看它啊，那就不是桌子。这里没有桌子，这里只有一大堆的分子啊，分子也没有，就是有一大堆的原子啊，原子也没有，有一大堆的电子啊，电子也没有，有一大堆的更小的基本的离子，最后到底有没有，最后说不清楚，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但是佛教这个方面已经是有定论啊，已经有讲，最后就不是，最后都是像我们的声音啊，我们认为是外在的，但是实际上最后就是发现我们自己的听觉啊。然后我刚才我们讲的这所有的这些颜色，我们认为是物质，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视觉。实际上，哪怕是再小再小的一个原子、电子啊。然后就是基本的离子这一类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不是你自己创造，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外面的这个整个的世界是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啊的内心当中啊，这个反射出来、投影出来的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感官。就像这个投影仪的这个镜头一样啊，这个世界啊，比如说投影仪的整个的画面，都不在这个墙上，就在这个投影仪里面啊，因为投影仪的东西就是投影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但实际上不在外面一样，我们的每一个感官啊，就像一个投影仪的镜头一样啊。这个感官五个感官啊，同时就投影出来五个东西，一个叫做声音，一个叫做一个叫做物质的颜色，一个叫做声音啊，一个叫做触觉等等。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就把全部整合起来、组合起来啊。这个声音是它的啊，这个颜色是这个味道啊，是比如说蜂蜜，它的这是蜂蜜的颜色，眼睛看到啊，这是它的声音啊，然后就是这是这个蜂蜜的味道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觉得这些是一个物质的声音啊，等等等等。那实际上我们的刚才我们。精神和肉体也是他组合以后呢，觉得这是我啊，所以他说我要生气啊。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刚才这个人的啊，他我们看到这个人的
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人的嘴巴在动啊，声带在动，震动啊。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我听到了有一种叫做声音的东西，所以我确定这就是他说的啊，就是这样子。我把这里，这是谁的结论呢？这就是我们的意识的结论，嗯，意识的结论。所以我们的感官就是像这个啊投影仪的这个镜头一样，它投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出来，然后我们的意识把这些全部就整合起来，然后就认为这个就是世界，这个是宇宙，这个是太阳系啊，这样子。最后呢，佛教就告诉我们，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世界了啊。但是科学现在还在目前不断的在发展啊，还没有到达这个，还需要一点点的实践啊，这样子。那么这个我是生一地的层面，站在这个层面，站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可以允许讲这些话啊，允许讲这些话。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佛经里面也有明显的规定啊，这些空心呐、啊，这些东西不能给所有人讲啊，不能跟所有人讲的啊，因为很多人是根本就接受不了，不可能，他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包括啊，像这个小乘佛教啊，小乘佛教，他在这个空心当中啊，只能接受一部分而已，只能接受一部分，更多的这个空心他也觉得不可能啊。比如说啊，说这张桌子是分子、原子、电子啊，然后就是原子核就是中子、质子。等等，最后夸克啊，说好，这个是夸克基本的粒子是真实的啊，这个如果这个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世界根本就瓦解了啊，那这个是要保留的啊，其他的可以没有啊，就小乘佛教观点就是这样，其他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没有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必须要保留，你说这个都没有了，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出来的呢啊，他是这种想法，所以连小乘佛教的成就者他都不能接受了，更何况啊，我们根本没有证悟的人，所以空心啊，空心是不能这样子讲的啊。那你们问我为什么这样子跟大家讲了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佛教就是2500多年这么长时间啊，像《金刚经》呢啊，这个。像心经啊这些里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东西不学佛的人啊，所有人都知道啊。我想是凡是一个比如说啊，这个中国人这个说这个华语的人的话，基本上知道心经啊、金刚经啊这些佛经啊，他学佛的不学佛的，有信仰的没有，至少知道。那么这些当中呢，他们也知道有一个这些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呢，就在讲一个空心啊、无我呀、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这谁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子已经公开了以后呢，就可以给大家解释啊。早期的时候是这个非常的有讲究的啊，能接受的人啊就可以讲啊。不能接受的人不讲空心啊，我们就讲人天佛教啊。你先用人天佛教，到时候你的有进步啊，提升了啊，能够接受了啊，再讲空心啊，就是这样子。佛教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层次，所以密宗啊，密宗为什么叫密？保密意思也就是这样子。这个里面讲非常非常深奥的，像这个佛心啊、如来藏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比如说密法里面他就讲啊，我们所有人啊，表面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凡夫的人，我们有烦恼，但实际上你们都是佛，他会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接受不了，怎么可能我们都是佛呢啊，佛也是我这样子啊，那就我干嘛要学佛，我现在已经是佛了啊，这样子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说不清楚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这些书这些啊，这些错误的这个误解啊，所以是不可以讲的。要讲的话，要根据你的根基啊，一步一步，等你小学毕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讲中学的啊这些教材里面的内容。
这样子，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没有读，直接讲博士生的这个课程，那就是一定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佛经这个方面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至少这个空心是大家已经公开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啊，还不如我们深入的去真实的去了解一下啊，这样子。那这个是层次啊，层次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啊，这个空心还没有讲到真实的空心了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讲为什么要讲空心无我，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时候可以讲空心，什么时候不可以讲空心。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讲空心啊，现实生活当中不要讲空心。那什么时候讲？像现实生活当中不要讲的话，是不是那就没有用了呢？啊，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的层次稍微高一点的话，可以讲，然后这个也可以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当我们现在没有突破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讲，这个要分清楚啊。今天就讲这两个啊，一个是空心和无我的这个作用啊，第二个是它的方位层次啊，就这两个。然后明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具体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修心的方法啊，空心的修心的方法。好，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可以互动交流啊，欢迎大家提问题。丁力上师，如果对方说你这个人心眼很坏，行为愚蠢呢，说的是肉体还是意识呢？谢谢。然后另外就是有几个相关的题目啊，如果有人没有说我长得不好，但是说我精神很卑鄙，那么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问题啊？如果有人说我的见解不对不好，见解也是意识，那么怎么分呢？意识总不该是就从意识就没得再推了，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生气了？是的。这类的话如果有人说的话，他应该生气啊。这些都是说我们的精神啊，你小心眼啊，然后呢你精神这个间接很庸俗啊等等，这就是说意识啊，意识你的行为不对，你的间接不对，你的人质不对，所以他生气是合理的。合理的，对。顶礼上师，您刚才讲的内容我可以理解为是不是把世间的声音、世间人讲的话都当成耳边风，内心就如如不动了呢？这样子当然好了，但是呢要如如不动，要当成耳边风的话，那有一定的功夫呀，没有功夫的话那不可以的。这个功夫要学要修啊，最终才可以这样子。丁力上师，请问烦恼和意识是同时产生的吗？不是，意识呢？我们的意识呢，就像海水啊，海水一样。然后烦恼就是像波涛啊，波涛一样，就这个关系。那通达无我会改变意识吗？通达无我以后就是改变意识的观点啊，意识的观点，这个意识心态就改变了。但是意识它本身改不改变呢？就比如说到了这个菩萨的这个八地的时候啊，菩萨的从一地、二地、三四五六七八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然后意识它就会本质上改变为佛的智慧啊，识改变转换为慧啊，这个时候是有智上面的变化。在这个之前呢，还不能改变这个意识它的本身，只能改变它的观点。如果有人打我的时候，我觉得疼的是我的精神，那我是不是要生气吗？疼的是精神啊，
疼的不是精神，疼的是肉体。但是有一个研究，西方有一个研究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首先用针来扎我们的身体，扎一下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时候呢这个用核磁共振这个扫描我们的大脑我们这个用针跟这个扎的时候它哪个地方有变化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朋友另外一个是一个陌生人然后用这个针去扎我的朋友的时候然后我这里脑波是跟刚才我自己一模一样然后扎另外这个人的时候呢，我没有这个反应我没有这个反应。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对我自己的执着以外，我对我的朋友就是有执着了，所以扎他的时候，我这里有同样的脑波发射出来了然后扎那个另外陌生人呢，一样的人，我也看到他在扎着呢，但我不执着他不执着的，我觉得他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我这里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这些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意识在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呢，当我们的肉体的时候疼说佛教里面这个叫什么？这叫触觉然后意识和触觉是表面上是不一样的触觉呢，它只能感受这个疼痛或者是快感但是意识呢，它再去分析。这个快感或者是这个疼痛怎么样他去分析意识不会感受到这个疼痛然后呢这个触觉呢他不会分析他两个不同的功能两个，但是呢外面的功能不一样，内在的都是一样。所以呢我的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了这个疼痛的时候呢，我的意识立即就感觉到这因为是内在，是它是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的意识就是执着我们的这个身体，所以呢扎针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打的时候除了这个疼痛以外还有意识它就有一个另外一种这个痛苦这两个是在一起，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方法呢，就叫做这个痛苦转为道用痛苦转为道用，病痛转为道用。病痛转为道用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呢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生病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生命有威胁这都不清楚，是一个是恐惧还有这个疼痛的这个感受。然后呢这两个加在恐惧和疼痛加在一起以后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触觉的痛苦和意识的痛苦都在感受，一个病人都在感受，这样子以后呢他的病就一定会恶化的恶性循环。所以佛教的这个痛苦转为道用呢，肉体上的痛苦是现在是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必须要靠医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要动手术就动手术，吃药就吃药但是精神上的这个恐惧痛苦是用佛教的这个方法去把它化解这叫做转为道用这个消除了以后呢，然后它的治疗对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呢现在比如说西方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医学界比如说像医生护士他们都接受了这个佛教的慈悲禅
慈悲忏，大家都在，他们都在修这个慈悲。修了慈悲以后呢，他在这个比如说病人比如说医生，他真的有慈悲心的时候呢，病人在他的延伸当中医生和护士的延伸当中感觉到了他是真正的诚心实意的在帮助我在关心我这样子以后呢，病人他虽然是没有修这个慈悲心，但是呢，他在他这个医生和这个护士的延伸当中感觉到了这个他的慈悲，然后他心里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特别温暖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人到这个平时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谁关心我谁不关心我很多都是 不那么重要 不当一回事的，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的，尤其是医生和这个护士是这个时候呢对他最最最重要的人那么他发现他们真正的在关心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有了这个感觉到温暖，这个温暖就他对这个病痛的恐惧担忧焦虑很多东西也就化解了以后呢，然后就他的这个治病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慈悲忏慈悲忏这个禅定是佛教的这个慈悲禅定这个既对医生和护士有帮助又对病人有帮助，所以呢西方现在他们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和护士用的教材，教材里面的很多都是佛教的有些名词呀都没有改变，直接这么用那人家就是这样子推广这个禅在西方，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这个在西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流行的，非常流行的这流行是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实验就证实了它的这个效果所以西方人就接受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是肉体它有痛苦的时候一是不要参与一是参与了以后呢，不但是不能帮忙，而且这个肉体的这个痛苦更加的恶化所以呢，这个医师呢，他要通过他的方法去尽量的把这些恐惧这东西消除他不要去参与，参与了以后呢，肉体就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有些人得绝症的一些人，两个人同样得绝症那么一个人呢，特别特别的担忧，特别的这个焦虑害怕。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心理素质比较好，所以就不怎么这个担心，心情放松，这样子以后呢，然后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疼痛呢又也是直接的这个疼痛是出去然后直接疼痛的时候呢，我们的医师他立即会参与的太痛了，太痛了，太痛苦了。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西方的研究就是不仅仅是自己身上别人的身上，就是就产生这个脑波，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这个针扎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也相对来说是痛苦的医师至少医师是有恐惧的，说明这一点所以佛教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一是这个时候肉体的痛我们用药来解决精神的痛你就不要参与不要参与，用佛教来这个解决。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药物的效果呢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有效，这样子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西方做了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西方这方面做研究的这个就30多年就专门做这个研究的这样子的科学家，我们都有交流，都有交流。他们的这些很多很多的研究的结果，真的是佛教里面讲的完全是一样，只不过他们用他们的方法把很多佛教讲的东西变成数据变成数据我前几天也讲过，佛教以前是不讲数据的
啊，他不要这个数据了，就是一种直接的感受啊，你直感直觉你就感觉得到，所以我不需要这个数据。但是呢，科学就不这样，一定要有数据啊，所以他把很多佛教的东西变成了数据，那这个对我们的佛教更加的有用啊，所以这两个分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现在佛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把很多的人的内在的痛苦啊，精神的痛苦啊，很多东西交在一起啊，然后把精神啊肉体啊全部交在一起，就当做一个我呀等等，这样子以后很多的烦恼啊压力啊都出来了，很多烦恼从哪里来的我们都不知道的啊。那么佛教就把这些东西分解啊，分析了以后呢，然后分析以后最后一看啊，原来这东西是这么产生的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来的。那这和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就很快就解决了。这叫做四生谛啊，佛教的四生谛就是这个意思。顶礼上师，上师曾经开示过，这一生得到暇满人生极为难得，下一辈子再得到人生的机会，可能是零。那么跟今晚的开示中讲到人天佛教，上师开示说，有修持人天佛教的，在修持人天佛教的层面上，下一世也可以为人。那么这样子说，是不是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是为了因为众生的根基才认同修人天乘，而不是直接修持大乘佛法？这个就是要看啊，人这不是现在，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年代，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人。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学大乘佛教的啊。那个时候有些人是学大乘佛教，有些人学小乘佛教。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佛陀经常在这个活动的有一个城市啊，当时是大概有10万个人啊，这个城市里面10万个人。那10万个人当中呢？其中的这个6万人啊，6万人是信佛的，另外的2万人呢，就是信其他宗教的啊，还有2万人呢，就没有很明显的这个信仰的啊，就这么一个像释迦牟尼佛这么伟大的人，经常来来往往的进出的一个这样子的小城市里面的10万个人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根基啊，有些是学佛的，比如说我们凭我们现在这样子想的话，那这么小的一个城市里面才10万个人呢，佛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经常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啊进进出出的话，那肯定是很多人都是信佛的。我们的想法这样，实际上不是这样，人的这种他自己的需求啊，自己的想法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呢，佛教就是说要尊重啊，尊重所有人的信仰，不能强求任何一个。比如说小乘佛教，那、不能强求他一定要学这个大乘佛教。我们佛教内部都不允许这样子，更何况比如说其他宗教，比如说我刻意的去诽谤、抵触某一个宗教啊，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我是受了菩萨戒的话，会反菩萨戒的，很严重的啊。为什么严重呢？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不可能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信仰啊统一起来，这永远都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每一个信仰对他自己来说是有帮助的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帮助，所以呢，他暂时可能学这个东西呢对他有帮助啊，那让他强迫他让学另外一个呢，不一定对他有帮助啊。所以佛是考虑他们学了以后对他们有没有帮助，这个作为标准，如果强迫性的让你去学一个东西，最终对你没有帮助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学了啊！不要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就要尊重这个所有人的信仰。所以呢，当时也就有这个人天佛教，然后就有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都有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代，那当然也是这样子，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个不仅仅是末法时代，佛陀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呢，刚才提到，比如说人生，是很难得的啊。但是呢，这个
有几个有三个条件啊具备的话呢，那我们有机会下一世再来做人啊，不仅仅是做人，而且是懂得学佛的这样子的人生啊，不是一般的人生。那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呢，要持戒啊，比如说不杀生啊，不偷盗啊，无戒啊，我们佛教的无戒当中的一条、两条、三条都可以，能做多少就多做多少。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强制性的，一定要你要做到多少多少啊，这个自己决定就好了，一个两个。很多人觉得佛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条款啊，有很多的约束，其实是没有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教。比如说佛教是讲很多的戒律啊，但是没有说这个你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戒律你一定要做到啊。佛的要求就是你就这么多的戒律你是可以做的啊，这是你可以做的，并不是你一定要做的啊。那么这个当中呢，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啊，做三个就可以，做五个也可以，哪怕是一个也可以的。所以这样子就是不会有什么压力啊。那这是首先就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戒律啊，这个人天佛教里面也可以有的。然后第二个呢啊，心善啊，精良的心善，那这个人天佛教里面也有心善呢啊，有各种凡是我们善和恶的这个界限是什么？简单的说，凡是害人的、害其他的生命的这种言行举止以及心理活动、意识活动，所有都叫做恶啊，所有都叫做恶。然后善是什么呢？凡是利他的啊，凡是利他的、利他，凡是帮助他的啊。帮助人也好，帮助动物也好啊，凡是利他的所有的言行举止，包括我们的仪式活动啊，这全部都叫做善啊。这个比如说利他，不光是利啊，不光是帮助一个其他宗教的信仰的人啊，或者是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一个无神论者都没关系的。凡是对方是一条生命啊，对方是一条生命，有痛苦有快乐的这种感觉，有这种啊，这叫做有情众生，有情感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信仰，有没有信仰，什么人都无所谓，反正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或者动物啊。然后我是为了他好啊，为了帮助他啊，帮助他的生命，帮助他的身体，帮助他的心情都可以的啊。凡是这样子的行为啊，都叫做善啊。那么这样子的善呢，我们在人天佛教当中都可以做的啊，这是第二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下一世要得到这个人生的话，我们每一次都要回向啊，我们心善啊，做任何一个善事完了以后呢，我们啊心善啊，希望这个善啊能让我下一世啊生生世世啊，都能够拥有这个下满的人生啊，下满的人生能够得到人生。那这样子，这三个条件是下一世我们得人生的条件。那这三个条件，人天佛教里面啊都有的，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修人天佛教的话，如果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能往生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没有，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或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条件来修其他的法，那么可是对阿弥陀佛很有信心，如果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吗？可以，非常好。这个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就是专念念佛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是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快捷的路啊，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啊，比如说年纪大了啊，或者是不想学太多太多的其他的，那只要有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对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虔诚的心，然后非常的渴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有这两个，其他什么都没有。都没关系，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完全没问题。那么这个
如果有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那这样子的话，这就已经不是人天佛教了，已经不是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呢，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我就是要下一次还要回到这个人间啊，回到人间，我要做一个有钱人啊，有势力的人，有地位的人，我要回来享受这个人间的这一切，这叫做人天佛教啊。或者是我要。啊，投身到天人当中啊，我要享受这个天人的福报啊，有这个，这就是他的唯一的标准呢、啊。如果他改变了主意，他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是人天佛教了啊。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两种可能啊，一个是为了我自己，那么这样子的话是小乘佛教了啊。另外一个呢，有可能是我快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再来度更多的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大乘佛教啊，就不一样啊，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来做回向。说那么的耶当遮是巴尼多尼尼别扎那巴舍耶伽那揭瓦隆遮玛这边做脸做啊做啊手我们